迪，然后我是 SIG 娱乐圈的林慧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哈哈。我这里有个手机，就让我来猜一下上一位成员小 B， 画了一首什么歌？但是我觉得小 B 画的挺好的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有一架飞机飞过了一片云，然后那个天空下面就是海岸，然后海里面画了一个钟，时钟，然后这个很简单，我觉得知道我们歌的人就是飞过时间的海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开始画了，我看我用尽我毕生所学的美术功底，然后画了一个什么呢？知道我们的人，如果猜不出这首歌，那你就是假粉丝。下一个是哪个幸运的小可爱能够猜我画的这首歌呢？实在是太简单了。